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测试笑点的部分。最舒服的椅子是，我还没讲。超级无语！哇，来，今晚来哦，特高不料了，还不是什么 snack， 拜拜拜！二手的闹钟，觉得我买得起吗？茶叶蛋，你觉得我买得起吗？蛋买起什么？怎么呢？魔鬼冰块鱼。这也是冰的。可以站起来了。